你那个又那个先生，哎，大家好哟。今天呢，我们去参加了那个台湾松下公司 YouTube 厉害的什么？厉害的全幅相机，除了赞叹还是赞叹。怎么说呢？因为他在行业当中立下了许多新的标准。那么我们呢，待会一一来为大家做介绍。那介绍什么呢？干爽开箱啊，因为我们是小 B 样经销商，所以呢，目前呢拿不到怎么办呢？啊，就只能干爽一下啊，干爽的啊。那么干爽几个重点哈，我跟大家聊聊相机为什么会果冻，还有相机呢为什么？快门帘呢会造成闪光灯闪光的时候呢出现半截画面，上半截下半截或者是一条亮，那那个都是快门帘造成的。那 S1 它是什么技术，为什么它没有果冻，我们还在猜，我们也搞不懂。好，那么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探索的地方。那它几个优势跟价值呢，我们也会一一帮大家好聊聊我们今天所看到一些厉害的东西。那么现在呢看到的这个画面是 CAM 340 Plus， 拥有很方便的作业模式，亮度自由调整，然后定义你的位置，然后呢亮度存档。好，一你可以用那个我们给你的专用软体，也可以用我们YouTube 完全没人看哈，这个很正常，好，我们很能理解啊，这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在 YouTube 呢广告拉掉了，也不做了，也不做广告了，照样没有比较好啊，不看你啊，好，按二号。存档二号，再来存档三号镜头，随机的哈、哦。存档三号，好 ，take one。哎，大家好，我是 boss。这个吗？这个的话就是。哎，大家好，我是戴老师。那我们今天呢，要帮大家介绍的呢，是全幅相机在行业中建立的一些新的标准、新的标杆，冠华66666666。好的，你认为这一次呢？松下相机这一次的这个设备，这个厉害的东西呢，它哇，我要呼叫，结果我刚刚眼睛花了，去 cue 到那个 safe， 好，太久没有自己操作了，好，我再一次哈 ，boss 是一号机，那给你们看一下画面。给你们看一下我在 Q 的画面，这边等一下，我 Q 那个画面给你们看哈，好，按对焦，这边按对焦，对一下，好 ，take。好，各位看一下哈，我现在呢要再用这个软体呢，用这个软体帮大家做画面。这种东西是我们好，一号画面，脸书有出去吗？脸书有，哎 ，YouTube 没有 ，YouTube 好像没有，找不到啊。YouTube 没有，那就算了，没关系。好，再来二号画面，手机有。好，漏毛好，没有问题的啊、哦。尺度大概三号、二号、三号。翻到长嘛？但是如果说像这两台的话，二号、三号。那二号我希望再紧一点。那就看超那边，看你们是要。三号，我三号希望紧一点。好，我三个画面就做好了，再来做第四个画面。那差别来讲，鱼儿镜的话，它就防脱水。我妈妈另外一个。可以的话，来，我看你调不要动哈。都可以。哎，这样子才看得懂，这样就看得懂了。好，然后亮度再降一点点。再降。好。再来做全浪的。然后如果说像 M4S 的话，它就是单机版的话是二。全浪的，定在四号。
通常都摆在五号啦，全当记得都尽量摆在五号，正中央的位置，上好点。门上面。其实大概我们就分成这几个，我们看一下哈，好是哈。可以啊，还有一号来宾，大家好，我是 boss。不适合用那个背带。大家好，我是戴老师。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呢去看全副相机的一种感觉。好，这样 take 就完毕了哈。好，那我们再做一次模拟哈，怎么样怎么样切哈？好。我们做一个开场，怎么做一下给大家再看一下哈。因为你如果说你要用穿戴式的话，我会选择这样的方式。绑带的部分是要两样的绑带，会对那个比较不舒服。好，准备哈。那一般来讲的话，另外一种方式是说，那个先来一个后，这个叫做敷袖哈，敷袖全景。好，全景好了之后呢，好来准备，我们要开始哦。大家好，我是 boss。大家好，我是戴老师。我们今天呢，打算要来一个什么呢？哎呀，全副相机大锅炒吗？是不是呢？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厉害的东西，值得跟大家分享。你说是不是？是。今天你看到最大的亮点有哪一些？今天看到的亮点就是全副机。它在对焦的速度还有录影的部分都表现得很优异。你本身如果说变成说我只有做后背包固定的话，它就照平面的部分呢，它的效果如何？它平面效果的部分它还不错的，就是我们会比较在意的是对焦还有 ISO 的部分，它在 ISO 的部分表现也很好，然后在对焦的部分也在连拍的速度，我们有之前有测试过哈，它连拍速度是很快的。然后它还有更让我比较惊讶，就是它在存取的部分也很快。存档的部分很快呢，会不会关系到记忆卡的问题呢？我们用它原厂的记忆卡去做测试的话是。OK 的，它是一台双卡，就是这样的双带的概念嘛，对，它是双卡，但是它一个是 SD 卡，另外一个是高阶卡，是，好，另外一个规格的高阶卡。那么我们在测试这个装备的时候呢，发现它很多让人觉得惊艳的地方，就是它的放大合放的效果，可以说可圈可点到什么境界呢？简直就是把人拍成渣男了啊！好，当然了，是我啦。那当然就是说它的数毛的功夫呢。哇，那个真的是可以说，你会发现它的画面呢，我们再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它的平面让人家觉得很厉害，就是说虽然是很锐利很清晰，可是让人赞叹惊讶的是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他在看全画面的时候呢，他的感觉是舒服的，他的画面是舒服的。各位看一下他的画面。好，你如果在大萤幕上看的时候，我会发现很多很多的相片，它在拍的时候，它的清晰度会有，会有那个边，会有那个叫做锐利边，那个就是纸边，那个就是什么现象，你知道？那个就是后期的感觉，很奇怪的后期感觉，就是很锐利，没有错。问题它的后期的感觉，明显的是不是光学技术，也不是它西木式 sensor 的技术。根本就是什么技术，根本就是后置技术的锐利。那么这个是光学技术的锐利。阿尼阿伟，戴老师，你干嘛有弯椅哦？头毛，这个镜头我绝对要给开了，我跟你讲真的，这个镜头我是一定给他开下去的，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常常在看一些画面影片的时候呢，我发现他那个锐利哈，就是力道很不舒服呢。会，那而且会锐利到摸稳。啊、那个就是最独然的，它这个锐利到就是说，你不可思议，就觉得它是一个印刷品的那种清晰。它啊，就我常说的一句话，网点。我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清晰，但它不锐利。清晰跟锐利是两件事。好，那么它可以放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是说正格的，就是说，我们再瞧瞧哈，它的各项细节。这还是手机出来的、哦，这还是手机出来的哦。手机，然后影片呢就更没有话说了。
好，这个是我那个几豪，哦，他们公司的这个行销企划几豪，啊，哦，来，我们准备来看他的那个渣渣吴渣渣啊，哦，来准备哈，哦，那我这边也放大一下，可以，好，来进去吧，把它放大到胡渣渣去。阿鸟喂，嘴唇嘴唇，好，这样就好了，再下来再下来再下来。啊，哦，子豪你红了哈，哦，子豪，哦，不要干我啊，哦，把你的渣渣给弄出来了啊，哦。好，正常画面。所以是两个要正常。对，两个一定要固定点，所以非常麻烦。这边要固定，然后这边也要。真的是清晰锐利的，那喜欢这个感觉呢？对，串流字，重就是重你手机，不是重稳定器。发生错误，又回来了。等一下，这里好像都有。抱歉了，我们那个有跳出一些奇怪的讯息。好，希望各位会喜欢哈。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现场随便拿一台 S1。然后镜头扣上去，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形下就乱打一通，而且是低光源，超暗，有够暗的啊！嘿，那是别只公司的机啊刷落落。好的，那么有没有要看果冻现象呢？好，各位朋友，你如果要看果冻现象，给我们刷个六，让你看一下什么叫果冻现象，好不好？你好，朋友。好，你刷不刷我都不理你了，我都照给你看了。然后石永康，谢谢。好。因为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个资料可以搜寻到 S1 S1R 的相关技术资讯，那么我这里呢提示几个重点，就是戴老师，我们下次要做的是 slow motion， 是还有闪景测试，也就是说我就是大光圈小光圈在同一个采访过程当中把它完成，我一开始先用小光圈录采访，那么录到最后我们收尾的时候呢就把它开到最小最小的光圈，是好，啊，应该我们把程序改一下哈，我们接下来会做大光圈，先做采访，采访完的之后呢，我们中间一段先来做果冻，好，果冻做完之后呢，我们再把光圈切到16或22，然后再来进行所谓的第二段采访，第二段采访结束的时候再果冻，我们每次都做这个程序，各位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新的标准了，好，我们C牌的我们那天用过嘛哈，是，我给大家看好。因为有时候就是说没有看到，没有眼见不能为凭嘛，啊，没有眼见就不能为凭。那媒体一，那我看能不能哈，播另外一种方式比较，直接比较。有，哎，好了，还是得播啦，这样好吗？我们是个公正的单位，所以当然好，就打出去吧，就打出去吧，好，嗯，好。哎呀，好 Q！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什么差别呢？我是比较不专业，我也看不太懂。那就是希望大家自己去判断哈，你觉得哪一个机器比较适合你？我满不在。那么下个阶段会全面测试 S 牌的，是啊，包括了几个东西哈，闪光灯。我告诉各位，我们以前的工作都要在什么会场哈进行采访，就会有一大堆闪光灯在打你。那你录出来的画面会发生，你知道会发生一节一节现象，会，对，那快门帘现象会造成一节一节的曝光的那个结果，但是呢 ，CCD 的摄影机不会，你知道吗 ？CCD 摄影机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嗯，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们只能用 CCD 摄影机，因为他不希望拍摄出一节一节的那种
那种现象。那么 S1 我的推论是这样子，它为什么没有那么严重的果冻，而且是基本上是跟 CCD 很接近的一个状态，可是它偏偏它是 CMOS sensor， 这个是违反常理的，因为快门帘的那个曝光方式是很像，哦，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可是它却没有发生其他牌子那种果冻，你到现在找出原因了吗？找，大声一点，大声一点，还不了，还找不到，还找不到哈，哦，对啊，我到现在找不到。好，我这边推论两个可能，你猜，你看相不相信？第一个。因为我们在横移的时候，房子会呈现斜歪斜的现象，每一家都会有，但是为什么这一支没有的情形，我感觉是这样，它有强大的反运算，它是用运算的方式把它运算回来，防守阵，也是其中一个感觉，哦，也有可能，也是一种感觉，哦，也是可能它帮你反向，但是为什么它的果冻完全基本上是没有出现，哦，我认为这是用运算的方式完成的，因为大家都是逐行曝光嘛，对，快门逐行曝光嘛，都是不变的，对，大家都是这样啊。为什么他没有那个现象？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有很厉害的运算能力，把它运算回来。是，它歪掉，我把它运算回来嘛，那存档嘛，会比较像。可是这个是处理速度要非常惊人，非常的快。那第二个可能是什么呢？你们来刷波六，第二个可能是什么？我分析给你们。好。好，没人刷没有关系。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好，等我跟他沟通好之后呢，等我拿到机器，我一定要把这个反果冻现象，就是无果冻现象呢，一定要把它找出答案来。我过去那个东西叫果冻现象，我们已经很习惯了，从棋牌的5D2、5D3都很可怕，对，到现在都没有解决。那今天我们去现场这样子摇的结果，发现只有这个 S1 居然让我们两个吓到，那我们就称之为无果冻现象好了，果冻现象，好不好？无果冻现象，好，哦，不是无果冻哈，一个是果冻现象，那是正常的，现在这个是无果冻现象，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答案。那么现场有线上的人真的有谁知道呢？有谁知道？为什么会有无果冻现象呢？心肌难耐哦，真的是心肌难耐。再来就是，哎，现在找到了，应该就是说透过一些设定跳接，然后呢 ，S1R 已经有稳定器可以做完全控制了。那么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我，一个是怪戴老师。那么我们准备呢？将 S1R 呢跟这支稳定器呢做到完全控制，而且是 NG 被嘟到关楼牙的那么 match 的一个状态下跟你们分享，啊，那到时候呢我们会有这个全幅机跟稳定器的一个 bundle 方案啊，绑给大家，猛猛的厉害，无动人，哎，无动人好像 Vance 无动人 Vance 菜无动人，跟台湾的差不多是一样，无动人。不晓得，好，来，我们现在准备介绍一下这个 DM 介绍。我们现在来的是一个叫做干爽开箱，好，首先干爽开箱哈，我们首先呢要介绍的是这个它的诉求哈，动静之间精彩强悍。那么这是 Lumix S1R 全片幅无光无反光镜单眼相机。他就是不会，师傅很喜欢，非常喜欢，哎，他还蛮直觉的，就是在上面全部都显示，然后字也还蛮大的，然后你会看到他的白平衡 ISO 还有 EV 都很明确，在这个部分都很明确，在这个部分去做调整，然后他的开关是在这边，然后他这边的话有模式切换的位置，好，模式切换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所以说他整体来讲的按键都很明确，比较不会让你说找不到沙漠，或第一次拿到的话会有一些找不到按键的地方。那 50mm 呢，不是每一个镜头都会做这种光圈环，哦，不是不是不是，那它这个有光圈环做在外面，那么很方便你散景还有这个前景深的构图，哦，作业上来讲这个就不用在那边拨来拨去了，是啊，再来这个地方我很喜欢它，其实它做的，哦，它比较深，
所以说他在我们测试的结果说，我们以手指头，虽然说那是有点点危险动作，但是手指头去扣住的时候，他也不易从手上去做滑落，而且超省力。对，超省力。嘿，好，好，写写下来。好，国家地理也是。好，再翻吧。哎，等一下哈，我这边把它镜头换一个下来。这个是人拍人在用的。来，就我们构图就是满构图好了，这样就不用满的就好，满就好了。好，尽量找机器。好，哎，尽量翻机器，都翻机器，都翻机器。好，啊，这本是图鉴，没有机器啊。啊，在后面。哎，那翻到机器就好了。因为它下面前面会有一些、哎、图，那都人家那样那个。好，好，机器的部分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给它出来啊，字给它出来哈。OK， 好。超凡机皇专业性能，来，请念一下。超凡机皇专业性能，新型4730万画素 CMOS 感测器，提供让人赞叹的逼真细节，对焦和光学影像稳定装置OIS 系统，以无比清晰度捕捉每个精彩瞬间，打造直觉操控系统，实现人性技术革新。他怎么那么谦虚啊？这是 S1R 的部分。不是，我会觉得很谦虚哎。4700。他根本就机神，好不好？我靠，他里头很多标准真的是目前他的技术没有人可以及的。4K 哈，我们这样讲哈，他的 4K60P 呢？它的 4K60P 呢，要在全幅相机 4K60P， 那个非常非常的吃运算、吃系统、吃电力，它的电池比较大一些。那么再来就是它的那个 4K， 它有个 4K30， 它 4K30 是不裁切的。哎，各位 ，4K 不裁切的机种呢？各位，你去注意一下你们的相机哦，哈 ，Full HD 大概这么宽，是可以切下去乘以 1.5， 很多哦。4K30P 它不裁切哦，好不好？各位，好。然后新型2420万画素 CMOS 感测器提供让人赞叹的逼真细节，还有 4K 影片录制没有时间限制，满足专业人士需求，无论拍摄相片或录制影像都能提供。超高感光度、低杂讯的画质表现。在这个部分呢，它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有测试它的 ISO， 其他的 ISO 表现真的还不错。好，那以全面幅机来讲的话，第一个现在高 ISO 的话，其实都它以它的表现已经算很优。对嘛，它还是 CMOS sensor 嘛，是。那问题它就是出来的结果，就是让人家觉得懂不是懂不懂啦。麻烦各位同好，各位同好，拿你家的相机按录影键 4K， 按录影键按下去，然后做这个动作，把它录起来再 play， 好不好？你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了，因为很多人没有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它的这两台都不错，在这一方面，就是说有一些高动态的案子，你在追的过程当中，它不会给你变形去。啊，那个差太多，真的差太多。那当然了，当天我们不是只测这两台啦，我们今天也不是只测，我们测另外几台呢，该动还是动呢。对，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画面。好，这边有，要再亮一点。他为什么敢讲啊？亮一点，他为什么敢讲？他是业界最高的影像品质，对那边，对。對，那看这边，看这边。OK， 好。为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看哈。哦，这边是放大缩小练习。哎呀，讲这边。哦。
4730万画素 CMOS 感光元件毫不妥协的表现能力。MIS-SIR 可提供极致摄影表现力，4730万画素全面幅 CMOS 感光元件提供业界最高的解析度，可表现细腻逼真的影像，不需任何低通滤镜、滤波器。这款新型感测器采用非球面晶载微镜片和改良设计，结合同级最高画素以及聚光率，可增加光二极体的入射光，因此造就了极高的讯噪比。ISO 25600的最大感光度，这样的全片幅影像品质，让摄影师能突破环境局限，追求艺术美感。我们在那个现场呢，基本上是有够暗的暗，暗加就是讲也没有补光，却能够拍出那样的一个照片效果。而且呢，他那个51点是真的闪到你妈都不认识你那么闪，旁边的人呢，只要呢，距离不够，基本上都认不出来了。好，除了主角，谁都认不出来那么闪。好，那这个麻烦到我们脸书上面看到一些照片范例，我们只是随手掐接，射都没有射，就开机就乱按了，张张精彩哦，张张成功，就是对焦很精准，好，很厉害。好，那在这边的话，我可能要，我在这边可能要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大家可能会在 S1 跟 S1R 这边的部分，可能会搞得比较。有时候会比较混乱一点，其实你可以去看它的 S1R， 它是4730万 CMOS 感光元件。然后接下来我们底下的呢是 S1 是242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在这边会有所这两个部分会有所差异。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S1。 好，无论你是拍摄相片还是影片， RIS S1 都能提供令人赞叹的影像品质。2420万画素 CMOS 感光元件提供每个画素充分聚光，即使在高感光设定下，也能提供宽广的动态范围和清晰自然的表现。利用是什么？好，相机可在惊人的 ISO 51200下提供最大感光度，专业摄影师一定会喜欢这部结合超高感光度表现与超高影像品质的相机。好，接下来是那个维纳斯引擎。哈，维纳斯引擎应该是大家都不陌生，因为之前的话都有。好，这边提示几个重点。哈，感光度呢，有效感光度有一点点跨栏呢，有的人的有效呢很严格，3200他就再上去他受不了了。6400，那我们在用好像感觉12800都还不错，是都还很不错。那么我们来同理归纳一下，1000万像素的进光量就是 GH 维斯，它能够有如此优异的表现，那个是 M43 的哦，先讲好。再来2000多万像素的 S1 呢，那个已经多了几倍了。那样的体积跟面积下，它的进光量呢，可想而知变得很大，是画质低光自然好的不在话下。我们提示这个重点是告诉你，就是说现在都在抢低光的市场，然后低光低噪点的市场，所以呢，选择上是这样子。第二个就是刚刚线上冠华提示到，就是说有人是因为无线路的关系去购买相机，就拍谁松下刚刚大家都无线路呢，你如果无线路，我们给你改无线路，它的那个高阶相机 GH 系列的 G 系列的，基本上，应该是讲 GH 系列以上的呢，包括 S1、S1R 呢，都是无线路，都可以无线路。那么热档的问题呢，我这边提示一下重点，我们到会场的时候，直接我就偷偷拿一台来开，就给它录下去了，我就不理它了。录了大概25分钟，我再拿起来 ，4K 哦。录了25分拿起来，它居然只是微热的山丘，是手的温度那种感觉而已，完全不烫。那这个要是换作是别种品牌，那应该可以睡着了。
可以休息，尤其 4K 能够承受那么厉害的一个长时间作业呢，我个人认为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再来就是说 4K 呢，很多相机都会有 limit， 它就是每隔几分钟就是要把你挂掉一次，哦，这个那这个是没有这个问题，它就一直把你录到卡满，录到没电。再来它电池比较大颗，那么有供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哈，哦，各位，希望你买电池好吗？但是你不想买电池可不可以呢？可以的，跟我们购买相机，我们教你不用买电池，好，一样可以让你说时说的不要不要的，可以说到海枯石烂哦，有那样的方法哦，那可以不用买电池的哦，这也是，这是它的亮点，是我们的痛点呢，啊。对，它的亮点，但是是我们的痛点，好，哦，它可以不用买电池哈，哦，好，再来我们再讲下一个。好，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哈。好，那我这边也要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都是，除了低光之外，就是说，因为你在很多现场都没有办法去打光，而且你把打光打的都亮起来之后，那个氛围会不见。所以说，低光为什么会大家会越来越要求越来越高，就是在高ISO能够去弥补，但是我们又可以把现场的氛围给带回来，这是一个重点。那以前都会想要补光补光补光，但是补了之后那个氛围不见了，所以很假，对，感觉就不一样，嘿，所以能够用自然光源去处理画面呢，那是最高干的，是，哦，好，来，好，那我们看一下高精确快门单位，哦，这个高精确快门单位可提供8000分之1秒的超高快门速度和320分之1秒的闪光同步速度。此外，新设计的外形零件有助于提高刚性和耐用程度，实现长达400K 的快门寿命。几万呢，啊？你说几万？40万是吧？四十万次、啊，四十万次，他写400K， 四十万盖啊，四十万次的快门寿命，40万次。它在320分之1秒的闪光同步速度，其实它已经有支援到，它本身就支援到的我们所谓的高速快门、高速闪光灯的快门。好，下准备下一个。好，在此，哎，我看一下位置。你要单买还是？好，在此模式，瞧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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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解析哦，这个值得提哦。嘿，是不是修复 PSO 技术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来看一下介绍超高解析模式。好，它在移动测试时自动拍摄8张连续影像，接下来具备高速讯号处理功能。然后会将影像合成为18700万画素等效16736×1168画素的弱档呢，和9600万画素等效。12001000×8000画素的弱档，这种模式非常适合使用三脚架极为细致的自然景色，以及结合壮丽精确的其他艺术作品，产生流畅动态的移动物体画面。哎，这上面的标示好像是叫18700万哎。用你看嘛 ，mega 嘛，百万、千万、亿，1,870,000,000，对，万，但是它不是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对啊，万、十万、百万、千万、亿，18700,000,000，好啦，这边预告，我们打算做12K 的影片作品给大家看一看。12K 哈，啊，那我们已经之前就把松下的 GH5S G9 做12000000像素的缩时摄影，跟 8K 的作品，我们之前都已经做过了。这次我们来挑战18700万像素的缩时摄影的影片，也就是12K 好，啊，就是12K×8K 的尺寸。那么我们拿到之后呢，我们就来做 12K 的缩时摄影作品影片跟大家分享 12K 啊，这边跟大家预告，哎，
这里好播不出来，播不出来。要做好要到 YouTube 播了。好，这边调一下，看一下哈，给大家看一下重点就好。我们看一下，减少闪烁这部分，减少闪烁部分。检测到日光灯闪烁时，相机会发出指示，并在闪烁效果最小释放快门，以抑制一系列相片中曝光或颜色不连续的程度。其实这个部分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在闪烁闪光啊，它的灯现场灯光打的时候，它会有我们的照片或者是影片会出现忽明忽暗，它会尽量去减少防范你这个部分的发生。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通常我们在做变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那个会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对，好，因为光圈它不是很光嘛，它不是很顶，它可能是 f4 到 5.6 f3.5 到 5.6 f3.5 到 6.5，所以你在论进去的时候呢，到底它就 6.5， 拉出来的时候是 f3.5， 这个过程居然没有变暗。对啊，对，而且光线是一致的，所以少数能够做润的一个 4K 相机呢，也在今天在使用上发现这样一个亮点。因为我们几乎所碰到的都在拉润的过程当中都会按一下，而且相机最糟糕的地方跟摄影机不一样，摄影机的明暗是滑的，因为相机的光圈是一格一格的，它就是 1.7 跳多少 2.4 还是再来跳 2.8、再来跳 3.5， 再来跳 4.6， 再来跳 5.6， 再来跳 6.5， 它都是用跳的哦。你看那刻度哦，刚刚可能有念错，但是我只是举例，它都会跳 K。但是摄影机就是拍片用的装备，它是滑的，它是滑的。所以呢，在拍片的过程当中呢，它在里头自己在变光圈，它就会变成跳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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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变焦的过程当中，今天这是另外一个亮点了、它的变焦居然不会忽明忽暗，掌声鼓励鼓励。好，下一个。好，减少闪烁也是厉害的。对，然后我们就再看一下哈，对焦准确。好，这个是大家都在准备要知道的一件事。好，来介绍一下。来，对焦准确哈。高辨识技术 0.08 秒快速准确自动对焦。那其实我们那天在测试的时候，其实在压快门的同时，它真的是很快很快的去准焦，不管你在很暗的状况下，它也是很快的准焦。那我们包含录影的部分也是一样，所以说我们有再去测试它，在连带我们就会去再去测试它高 ISO 的部分，它其他都整体来讲表现都很优异。好，那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低光源自动对焦性能可达优异的-6 EV。好，它可以-6它可以到-6 EV。好，-6。所以说它的整个的呈现与它的那个机能性能表现都很不错。哇，牛逼！这是两台都一样的性能吗？还是只有 S1R 还是 S1？ 看起来 是有没有特别指定是哪一台机型有这么可以在-6 EV 的情况下对焦？跟大家分享哦，你找找看。跟大家分享哦，它如果说在零对在 EV 零的情况对焦，光线自然是还 OK， 可-6通常就压得很低很暗了，那么通常就会迷来迷去迷来迷去，就去拉风箱拉到爽为止。那他在-6情况，可是我今天有听他讲到-18，什么意思啊？到哪？到负六嘛，哈，到-6都依然能够对焦。那前一个系统呢，我看到的是-3 G9 还是 G9，他们是-3，这个就更厉害，他到-6 EV 他照样自动对焦，也就是他有办法把精准的焦点给对上。那通常呢，对焦几个问题点就是说，我们在Full HD 的时候呢，其实焦很好重，而且比较快。很多相机在 4K 对焦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盲点，就是比较拖时间之外呢，常常会对过头再拉回来。这一台基本上
就接着利比亚。好的，你再找一下你要介绍的下一段，那么我准备把对焦画面给大家分享一下。Panasonic Lumix S1R 一个平面机种之王，它王在哪里呢？我告诉你，果冻居然我刚刚没看到，没有看到果冻，我这样摇摇的我的捏捏都在甩了哦，画面还是一样很直。第二点，快速的精准对焦吓到我了，好吓到我了。还有它里头的 viewfinder 好亮丽很清晰，我这个老花眼最怕看这里，我这个老花眼最怕看这里，这里我真的很怕用，很怕用。可是 OK 的，这里现在这个写的很棒，里面做的很好。那么这里的这个参数视窗一目了然，很好用。萤幕的翻转呢，角度呢，当然啦、啊，还是 GH5S 比较好用。这个呢，变得就是要稍微去重新适应一下。这可能是松下第一次做这一种三轴，三轴，三轴是第一次做啊、哦，三轴是，那、嗯、左右可以翻吗？这样子，这样，这个，哦，好，那么那这边就没有了，嗯，好，这边就没有了，好，这边我在以后再跟大家讲解这种角度运用的时候的时机，眼杯圆形的也是有啦，有其他牌子有做，那么该有的热血也有了。好，整个的重量我告诉各位哈、哦，手握起来的感觉很好，比较省力气。虽然有重量，比较省力气。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因为这个手把的特殊设计，你不用像过去紧紧抓着就能够很牢固的持握它，因为这个设计非常的重要。你只要轻轻含住，就整个很稳很稳的咬住了。那么整个重量的配置也由于它的设计，让你握的手感的这个轻松度变得不一样。虽然重量是差不多的，可是你长时间使用工作会比较没那么疲倦。电池是跟之前一样吗？电池不一样啊，电池这次又升级了另外一个大容量的电池。好，以上呢，我们接下来会大量的使用稳定器跟 S1 之间的一个合并销售，让大家在合理的经费下拥有很好的效果。好，谢谢大家，谢谢。哎呀，有看到东西吗？这个就是
我们平常在就是工作之余呢，可以休闲，可以娱乐，又可以工作，啊，又可以玩鸡鸡，这么幸福的事业呢，说真的，我自己是蛮感恩的啦，蛮感恩的。现在看到的是 Cam 340一代的画面。Cam 340一代的画面呢，因为我们摆在桌上，所以会摇晃，我摇给你们看，不信我摇给你们看。好，再来看一下角度哈，这个是340的画面，再来，这个呢是340普拉斯，我们来看一下差别哦。好，准备切换哦。好，340拍完340 Plus 拍完340。那至于色泽的部分呢，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哈。我们找时间再把两台机做校正，校到基本上相同哈，基本上接近相同。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讲我们的全幅机，全幅机。负 EV 能够精准的 AF 哦，这个很重要。人体动物辨识技术，人脸脸部侦测 AF。DM 只有一本，但是这 DM 有网络上的资料，其实都有了啦。那么我把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些同业没有的标准哈，跟大家分享，就是双卡双记忆卡的部分呢，当然别家也有。那么松下基本上在 GH 系列以上都有搭载了双卡的一个功能，双卡让职业摄影师基本上出门在外呢，可以获得更加安稳的一个运作模式，那比较不会惊吓啦，因为有些案子出事情之后是会死人的，好吗？好，是会死人的。好，再来操纵杆控制，这些都低光源摄影辅助状态 LCD， 他这次我有一点点槽点，我要吐他槽哈，就是说我要吐什么槽呢？这个部分我个人觉得是我没有很尬赢，这个各位看一下哈，他这一次的做法是这样的，看看。他这次是很特殊的，可以说是不多见的三相翻转显示幕，很特殊，特殊到我要适应，特殊到我要适应，我必须要去适应它。那这么亮，这个是亮点吗？我不晓得哎。我还是喜欢以前我所看到我所使用的那一种翻盖式的设计，我还是比较喜欢，因为在那个条件下我还可以自拍做一些旅游采访记录，但是这个自拍基本上只能装一台手机呢才有办法解决哦，因为这一台没办法自拍，你只能自嗨啊，你只能自嗨。那自拍基本上就存在一个盲拍的一个状态，会觉得可惜。我再帮你们解决好了，就是说如何在相机上面能够处理自拍，因为它的萤幕是翻不过来的，翻不过来。等我拿到再确认一下，是不是能够翻到上面去哈？因为我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折好像看不到可以翻到自己的这个条件，目前是看不到。好，那我再把亮点补充一下哈，这个是它的特殊设计啦，这个萤幕确实是它的特殊设计，好，跟某个厂牌有一点点像，但是呢又有一点点不一样。好，低光源摄影辅助功能哈，低光源摄影辅助功能，这个，哇靠，20倍的 NF 辅助将 MF 辅助显示放大到20倍，即使天上的星斗，哇，也能够精准对焦。这是老花眼的，老花眼，我们这种人的
宝，我们这种人的宝，因为我们已经看不到太细微的东西了。锁定推杆，好，再帮大家找一下亮点哦。哦，这个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我好像没有看到它的报道这一方面。这个，这个是亮点，也是我们的痛点的啊。坚硬的这个金属壳，哈，机身呢是镁合金的哦。做个就你啊，抽用哎，干那坦克车哎。英国的朋友告诉我说，松下的相机像坦克一样。因为他曾经摔在柏油路上面，他以为完蛋了，居然没事。还有散热呢，是他的强项。松下的相机平常就是不发热哈，也没有提供摄影师的这个什么呢啊保护模式哈，他没有提供摄影师保护模式，所以用他们的相机基本上就是一直抄到底。再来可扩充性哦，这个部分了解一下，各位亮点也是我们的痛点。USB 供电加充电。也就是说呢，你只要用一个这个平常在充电的这个手机充电的装备呢，你就可以帮它进行充电了。我告诉你哦，相机的供电充电分成两个概念，第一个相机跟电池，再来是相机跟假电池，再来是相机跟 USB 跟电池。通常相机跟电池跟 USB 这个过程呢，只有关机的时候有恰机有充电，在开机的时候呢，通常呢没有恰机的动作，开机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电就会一直消退消退消退，利用关机的时候来进行充电，这是另外一种，这是最新的一种。最佛心的一种，也是万德佛的一种。他用小米，哎，还是得讲，他用小米，一个几百块的，一万安培的，给他捅进去，他既充电又供电。你就知道你可以撑多久了，因为他的电池是3000多的。那么你用外供电的情形之下呢，以1万来算可以大概 2.5 次，等于说你用一个小米的行动电源相当于可以供它 2.5 次的电池量，那你就爽到了，背个尿袋。那么我们这边呢可以帮你规划什么呢，在你的机器旁边做个匣子，或者在机器的热区上面帮你做个匣子，一个是看手机，一个是行动电源。行动电源可以供电给你的手机，又同时可以供电给你的相机。在这个时代呢，手机跟相机之间的联动非常非常的密切也重要，很多人都需要依赖相机连接手机来进行 touch 控制、 touch 对焦、 touch remote control 一切，也因此这类的需求存在，就会有很多的手机架需要在市场上提供给大家，这也是我们的强项，希望各位多多的支持。再来不多见的一个产品，不多见的哈，这台相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固定支架，让你的 Type C HDMI 的插口能够完完全全的固定在这边，也就是各位在做 EFP 作业的时候。做 EFP 作业的时候呢，搭图传作业的时候呢，这两个头呢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固定。我供电给相机 HDMI output， 我就可以形成一个长时间作业的一个范例。我如果3G 4G 作业呢，再用 RTMP 打进导播台来，这一台松下的这个全篇幅相机呢，就可以进行多机转播作业，也可以让你的质感呢做很大幅度的提升，因为它拍起来就像微电影。
拍起来就像 Discovery， 啊，就是那个感觉，啊，就是 MV。那么这部相机呢，你如果用它的大光圈，再配合多机作业采访，连采访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各个角度获得很漂亮的散景画面，同时呢，可以把长时间作业的可能，还有连线作业的可能呢，把它运作起来。那么这个头头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WiFi 加蓝牙呢，目前我是没有使用到，还没有这个机会使用到 WiFi 蓝牙。它的稳定度还有流畅度如何呢？这一点呢，我希望能够拿到之后呢，试给大家看它有没有一个叫做 clean 的画面可以用，有没有很稳定、高帧幅的这个监看画面，这样子呢，各位就可以减少你的 monitor 的投资，你就可以利用平板电脑、利用手机来进行监看作业。那还有一种模式呢，跟大家分享，当我是一个 teamwork 的时候，我需要一堆人在一起工作，可是我 monitor 只有一个，导演那个位置又特别的小，那有些人是在异地作业，他没有办法知道导演现在这个画面的情形。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只要一只手机接收了这个全幅相机的画面，接收到手机来，手机再配合一个东西叫做 J5 杰西卡，再用另外一只手机打给全部的人看，每一个人的手机就立马升级成什么呢？升级成随身 monitor。 但是这边会出现几个问题，就是我剧组本身需要保密，那我需要保密，这个时候呢，我们让一些工作人员看到画面，这样就不妙了。好，各位，你只要把你的相机接到这里来， HDMI 接进去，那再接一支 Type C 手机，就可以打群组 monitor。 好，用 RTMP 打群组 monitor，或者用脸书群组，或者用 YouTube 群组的方式来看什么呢？哦，来看，来看那个现场的作业画面。好，因为刚刚我的作业是跟戴老师两个人 setting 是两个人，那临时他要去上课了，他要去帮同学上课。好。好，大家都快听不下去了哈，赶快跳一跳。好的，Lumix Sync， Lumix PC 透过进行控制。好，这个东西教大家如何不用截取卡直播，刷播六不用截取卡进行直播。你如何利用松下相机在不用截取卡的状况下要进行直播？你爱困，我也爱困。刚好你真的很爱学，很像学，很热衷学习。刚好我佩服你，你很热衷学习。好的，告诉大家一个软体，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直播。好的，请参考，来抄下这个软体，叫做 THTER 这个软体，它可以将松下相机透过 USB 进行连线拍摄，控制相机的拍摄，并在大型的 PC 萤幕上看到影像，同时支援影片 6K 相片、4K 相片，大力帮助工作商业摄影的专业工作流程。这个软体呢，可以将你的相机画面直接接到你的那个notebook 或笔电上面，这个时候呢，你再用导播软体或者是直播软体呢，将荧幕截取之后呢，送到网际网络上，你就不用花半毛钱了哟。那我找时间把操作程序教大家，等这台相机来呢，我就可以让大家不花半毛钱哟，直接呢不用买截取卡，直接就可以直接插到笔电呢，就可以将你的画面，中下相机的画面直播出去的哟。好，那当然一定要拿到东西才行，没有拿到东西就是干爽开箱。那有个精彩的画面，这里要看一下，这个精彩的画面是什么呢？这个精彩的画面
意味着一件事，各位看一下哈，都可以使用。我的频宽怎么回事？我切一下，我切一下频宽，切一下频宽，看看怎么回事。那你会看到我看什么？就会想到什么？对，你下是什么？我的频宽今天不是很好。好，今天呢，待会再检查一下我的那个，刚刚又换了 router， 不知道在换什么，在开播前换 router， 很大的机会哦。好，它可以在很恶劣的环境下使用。高速影片，流畅录制，啊，麦克风可以讲一下。他的麦克风值得一说哈，他的麦克风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收音的部分，别家不见得有的啊，这个是精彩的，这个精彩了，这个值得，这个是我很重视、很喜欢的东西哈。好，看一下。他呢拥有这个 XLR 麦克风转接器，这次代理商呢台松公司确定要让他进来了。之前我们是引颈期盼这个产品能够顺利的进来台湾哈，这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东西，它可以让很多麦克风都顺利的呢进到我们的 GH5 上面 ，GH5S、G9 上面。同时呢，也可以让你的 S1R 呢拥有了这个，包括了就是 Line In、Mic In、Phantom Power 都可以控制，增益开关、Low Cut、低频降噪开关、Audio Level 音量转盘、Channel 1、Channel 2分轨开关、ALC 开关、XLR 插孔、Input 2XLR 插孔、Input 1那它有两个。两个卡农，那么就可以让你很多的一些器材装备呢都能够进来。那么实务上来说，我们在现场做一些现场活动跟录制的时候，我们要跟 PA 拉讯号拉声音，他们通常拉过来的讯号都是卡农头，拉卡农头进来这时候你没有混音器呢，有一些相机它吃不进来，会落塞，它会破音，所以混音器的存在跟重要性就出现了。那么这个是它叫做麦克风转接器，其实是混音器的一种。那么就可以将两个讯号源，一个就是 PA 讯号源拉进来，第二个讯号源呢，我们称之为保险的讯号源，就是现场原音，就是我们机头麦在收音的这个结果把它收进去。那么这样子会比较安全。那么这是一种做法，那比较讲究的做法呢，就是完完全全 stereo 从 PA 拉两条线进来，那么收现场的那个工程收音工程，由工程单位收音工程单位他们送过来的声音，这个做法是这样。那再来第二个备援，教大家，你麻烦手机拿起来好吗？为了怕一些音乐会或现场声音收了出状况呢，请你把手机下载一个叫 Sony Audio 的一个软体， Sony Audio Recall， Audio Recall 这个软体，这个软体下载下来之后呢，当你在现场需要收音的时候，麻烦你就把手机拿来当收音的装备，找到声音最清晰的地方，尽量不要有那旁边有人在靠腰靠北靠步讲话聊天的那一种环境下来把声音收到，尽量在那收到这个声音之后呢，就是当作你第三个保险，第一个是 PA 给你的声音，第二个是 Body 给你的声音，第三个是手机给你的声音。这三个声音呢，你都把它收集起来之后呢，当作保险之用。第一关你都没有遇到电流或者线路的断裂，或者是被人家给破坏掉，或者是一些现场线路造成的一些损失呢，那么你第一路的顺利完成录制，那就恭喜你。第二保险就是，第二欠就是现场喇叭过来的声音，哈。第三个就是手机录的现场声音，那这三个声音呢，基本上就是说保险再保险，回来出问题的时候还可以把它混回去，好，这是一个做法啦。那现在的软体有同步的问题，你在剪接的时候会发现同步不了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作业呢？好，跟大家建议哈，普通的，当你在影像声音搭进去之后呢，到后面会越来越偏，
这个时候呢，在软体上面可以去做一个同步的一个自动同步的一个程序，找到就可以了。好，再来，哇，剩的都是人家的作品，就不方便弄了。莱卡认证的一颗厉害的镜头 ，Lumix Pro， 这个镜头看一下。当然有两颗电池。这边进入的话，我们会好，这个是50mm f/1.4 的哈，我们今天在玩的一个厉害的一颗镜头，真的很闪，很厉害。那么出来的直像效果也非常的不错。那现在这镜头呢，麻烦大家可以参考网站都有介绍，总共有上市的有三颗，分别是50mm 的。再来这个是70-200，这个呢也是很厉害的哈，很方便的啦哈，莱卡认证很方便 ，F4 恒定 OIS， 它的机身有五轴防守震，再加上这里也有一个 OIS， 所以防守震的强度呢大大的提高。我们在使用这个松下相机的体验是什么呢？基本上只要这样的状态下。不要看荧幕哦，不要看荧幕，要看 viewfinder， 用 viewfinder 下去看，然后呈现这样三角的姿势 viewfinder， 然后这样子的状态下进行拍摄。我告诉你，真的不需要脚架，一样就是很厉害，很好用。如果你用看荧幕的方式，你最后会有点点晃的感觉，不好支撑。好的 ，viewfinder 就是目镜，用目镜的方式，然后形成空中三角形，这里有固定点，这里有固定点。下面有两个固定点，总共三个固定点，基本上手持的录影拍摄都没有问题。我用105的焦段在进行人的跟踪追随的时候，画面是跟脚架差不多厉害的。这就是它的 OIS 镜头加上五轴防走阵 body 厉害的地方，厉害了，厉害了我的 S1， 厉害了我的 S1R。再来，它的镜头群大家所诟病吗？不用诟病，我告诉你，很多镜头都要到位了。它的镜头很多都要到位了，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它有，待会跟大家讲 L Mount 的世界，它有很多的一个镜头群呢，将来都会追上来。那你如果不想等，你就直接转 Canon 也可以，它也有转 Canon 的 Mount 会出来。好，再来就是这个是 Kit， 24105一直以来都是很多相机的 Kit， 因为它好走，比较好做了，然后焦段上来讲也比较活泼，广角有，望远有。那么再用真再用扩展望远的方式，就可以取得48-210的一个焦段，好、哦，那么也可以利用4K60P 的方式呢，可以获得乘以1.5的焦段，那么焦段可以再焦段就对了哈、哦，它的情况是这样子，24105。那焦段的部分呢，你要抢焦段的话，你可以用4K60P 可以乘以1.5的焦段，这是在 S1 的部分。那么在 S1R 的部分呢，是乘以1.09的样子哈。哦，它就比较没有办法乘那么多哈，抢焦段也有它的优势在。再来，一环接头不知道能不能转到 L Mount 上面哈，目前没有听到这个规划，没有看到 Sony 的镜头呢相容到 Panasonic 这边来，但是呢，如果你硬要是用，不是不可以。刷玻璃，我告诉你如何让 Sony 的 Mount 直接转到S1 L Mount 去，好，刷玻璃我告诉你怎么弄。基本上任何家的镜头都可以转过来，都可以转得过来，其实都可以。会损失掉的就是光圈控制的部分，还有镜头对焦的自动对焦的部分。现在这个 Sigma 会出一个转接环，是让 Canon 能够顺利的无缝过来，包括了对焦。光圈都能够控制得到，那是电子接环。那你如果说你没有，你就是要完全手动的话呢，你可以去买那个叫做手动接环，几百块的手动接环，可以对应你控，对应到那个 Sony， 对应到 Canon， 对应到其他家的镜头。那 APS-C 的镜头一样能够使用哈。你只要转 Canon 之后呢， APS-C 的镜头一样能够转过来这边使用，但是就是要乘以焦段就是了哈，大概是乘以 1.5 左右，那么还是 1.75 倍机啊，就是要乘焦段。 APS-C 也可以使用，那么也就是你 APS-C 要买比较广的广角镜呢来进来套也是 OK 的。那 L Mount 里头有 Sigma 公司、莱卡公司以及
Panasonic、G-Lens 这三个系统呢，将来会出相关对应于 L-mount Panasonic Lumix S1 S1R 镜头的一个可能。但是未来呢，它又有一些需要呢，大家要注意的地方是，除了本厂对应的 L-mount 镜头之外呢，其他可以透过转接环来对应 Canon mount 进 S1 S1R， 那么这样子呢，大大的提升它市场的一个占有率。APS-C 也可以用哟，只是焦段没有那么广而已，要沉。好的，那么这次的配置呢，有输出的一个周边呢，可以跟大家提示一下哈，它的周边包括了有闪灯，目前没看到台湾这边有消息，指向麦也没看到消息，这个有消息，好，这个混音器会出，好，有这些天有看到，那。遥控快门，遥控快门控制线，希望啊有录影的，有录影的啊、哦，有录影的，无线录影的眼杯，好、哦、眼杯，遮光式的眼杯哈、哦，再来就是这次的三个镜头嘛哈、哦，这次的三个镜头，这次三个镜头看一下，那个前面那个广角镜在你那边？在我办公室里面哈、哦，然后有一个包包。那包包里面就有这个镜头，那这个光角仪先给你用。它要架子吗？没有没有，它是要买这个那个 iPhone 的壳，然后他看那个前面的。好，那你先套一下，用手套就可以了，手套一下就知道那个。对对对对。好的，那这么多的哦，这次的这个肩带也做得挺精致的哈。电池手把，电池手把，充电器，电池，亮点就是这个。放到相机里面插 Type C， 好 ，I have a Type C，I have a body， 充电了，好、哦，它就充电了，而且充电同时供电，太厉害了。好，以上呢跟大家分享了今天这个厉害了我的 S1 S1R 呢，我们呢将为它提供一个萌萌的什么呢？哦。全控功能的大三轴跟它完美匹配之后呢，做到人机一体，然后做到呢，哎呀，做到让你呢能够拍出好的东西来，包括 EV ISO Shutter 全面控制它，让你们能够获得更流畅的操作细节，同时能够变焦，听好，同时能够。跟焦，变焦，跟焦，跟焦，变焦，变焦，跟焦，跟焦，变焦，同时都可以作业，都可以拥有这一些性能，特别在将来让变焦、对焦、EV、ISO、Shutter 光圈的全部控制都掌握你双手的指头之间。完成了这些作业细节之后，就可以让每个摄影师专心的思考他的构图，思考他的创作，而不用烦心一些 lily coco 的鸟事情。这就是未来你所会看到的精彩。等到机器一拿到，立刻拍教学给大家，让你的。S1 S1R 获得全部控制的体验以及可能。好的，现在回答问题，准备下线。那有任何的问题呢，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联系，也希望给我们多多的机会，在这个 S1 S1R 的这个全幅相机产品上面呢多多的支持。挑相机请注意，请注意 4K 60P， 4K 是一定要的，4K 不能当机，不要热当， 4K 不要果冻，不要果冻， 4K 不能裁切，不能裁切， 4K 要能够长时间供电，长时间蓄电，相机要能够转接 Canon 镜头。好，以上的重点分析大家了解了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相机如果只有一个槽，
请你考虑清楚，尽量挑选有两个记忆卡槽的，这样可以让你的工作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放心。我的脑呢，大概已经到了极限了。好，我用回忆的方式呢，大概回忆了这几项特点给大家。如果呢，你能够吸收一些，试一些，能够帮我笔记下来，我感谢你，因为我待会就全部忘光了，年纪大了。好了，这一类的重点呢，就是简简单单教大家挑相机的几个重点。那么有任何的问题，也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这十几位、二十几位的朋友的陪伴。那么这么无聊的一个直播呢，你们可以待得这么久呢，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哈，真的感谢你们有这样的耐心呢，能够陪着 BOSS 在这边拉低赛。好的，最后让大家看一看画面哈，看什么画面呢？看一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是好的，这样的距离拍出这么宽的什么呢？广角，一只手的距离拍出这么宽的广角，200公分的广角，一公尺拍出两公尺的范围。再来看这一台，好了，这一台呢就是 Cam 340，刚刚是普拉斯。这是 Cam 340，我把人调的粉润的，看粉润的，可不可以调呢？调粉润一点好吗？好，稍微粉润一点点，粉润一点点，稍微粉一点点。好，我先简单调一下啦。那对比也不太一样哈，对比不太一样，可以再调一下，对比就一样了。好，那么这大致上是超广角，90度广角，340 Plus， 340，再来就是推到底哦，推到底的特写。也就是说看你的需要啦，你要需要那么广的人你就用那么广的。好，这是340，再来看一下340 Plus， 推到底。好，340跟340 Plus， 340 Plus， 这是推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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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好，跟大家介绍这两个机型的重要。这两个机型在什么重要呢？这两个机型就是你依照你的场地，如果你真的很狭窄，窄得不得了，窄得不得了呢，你就选择 Cam 340 Plus。 如果你的场地还够大，你可以选择 Cam 340 90度的。好，差别就这样子。旁边的电视都拍进来了。好，回答最近网络上朋友一直在问的340跟340 Plus 傻傻分不清楚。今天直播一个多钟头，是，阴道已经发炎了哈，很累。好，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的陪伴。准备下线，拜拜。